女孩是咱们最好看的女孩，长得真标准啊！这确实好看，好看，确实好看。如果毕业之前能拿她当女朋友就好。哎，王哥，你家里家庭条件那么好，长得还那么帅，对不对？在他的小三，王哥，咱王哥确实，王哥，确实。 家里，你拿下。哎，集合了，集合。哎，王威，王威，王威。哎，教官喊你呢，教官。到到到，听不见吗？到。你敢盯着人家林瑞看干什么？对，能出事吗？ 对啊，走神了，你帮我顶一下。不是我，这么大个你顶啊？啊，不是刘远山让我看到。啥？刘远山，到。出来。是。小文，你敢让人王威盯着林瑞干什么？我。 我那个啥，教官，我一点对联意识都没有。是，俯卧撑，50个，开始。是。一、二、三、48、49、50。报告完，做完了。卢烨。是。 可以啊，你。哎，小三，你中午喝那么多俯卧撑，你就吃点素菜，不叠点肉补一补。啊，减肥呢，不吃点素的，给身体。啊，那都别说了，吃饭吧。不是，那肉谁不想吃啊？关键那我现在不是还没找到坚持嘛，然后我就想着先省着点呗。那个啥，等我将来就是半工半读了。 然后我请大家吃好吃的，行不行？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。哎呦，别进来！哎，那个林瑞同学，今天那个事儿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……啊啊！他刚是不是问我叫啥了？啊？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有希望了？约半个不离十了，我跟你说。是不是在打电话？ 是没你的遗憾。知道小文一晚上到底要不要跟他解释清楚？结果今天早上就迟到了。干什么来着？刘老师，到。出来。是。哎，教官，怎么迟到了？报告教官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就今天起晚了。想啥呢？ 报告教官，我知道他想啥呢，昨晚想小姑娘。<笑>安静，上什么下？有什么好下的？俯卧撑，100个，开始。是，又俯卧撑？落到什么落着？快点执行。一、二、98、99。 100。报告教官，做完了。可以啊，你小子，100个都能做完。啊，我从小那个家干活啥的比较多，力气比较大。报告教官，我知道他家啥情况，然后他爸妈都出去打工了，他跟他爷爷奶奶生活，他就是他家耕地的牛。<笑> 上什么下？安静，好好训练吧。是，教官。滚蛋！是。
今天一天热死了，小张，我们先回去洗个澡吧。啊，对，走吧，一起回去洗个澡。那个啥，洗个澡。要不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从小在农村都习惯了。我不觉得热啊。行，那你先去食堂等着吧。我们先回去，先回去洗个澡。行，好，拜拜。哎。啊？蔡同学，你去食堂吗？可不可以勇敢一点出现在你的世界，我依然珍惜在于此遇见。来，哥几个听我说，今天晚上联欢晚会，校花跟咱一个队，然后小然，你们哥几个给我打好配合，给我树立一个好的形象。好，没问题，直接校花拿这个拿走啊，走，回去，走。谁会才艺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掌声。下面，自行二连的人尖叫。哇，我也会，也就这样。我也会，这你都会？对。王威，我听说你也会啊。会，来，来，翻一个。哇，王哥真会啊，王哥，可以。看我帅吧，帅！一见倾心，感觉校花都对我挺满意的。哎，还有没有才艺？接下来要表演啊？小山呢？小山，小山，接下来掌声有请小山。啊，小山。不是我不会啊，我不会。一百个俯卧撑吗？行，老范，啥时候会空翻呢？哎呀，小时候老在麦子地里翻，这么厉害啊！这人都好厉害啊！他不想玩是不是？那个这样，教练，我自己做。一、二、三。